郑重跟大家介绍，这个是 LightDam， 就是光霸 2.0 版。这次 2.0 版呢，我们会选择这一个 PVC 材质，目前是有一个系列是全部都是用 PVC 充气的。将来它的可能性呢，它可以做出不同的样貌，它可能可以有不同的组合。2.0 版呢，我们就加入了一个用手势来控制的这种灯光，除了手势之外还有声音。一个艺术装置作品如果可以做到让群众喜欢接近，甚至于跟它互动，创造出一个不同的节庆的气氛，或者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个性，那我觉得它的功能就达到了。这次做这两个感应互动，主要是针对就这一次放置作品空间一些限制去做的一些设定，让大家跟那个作品互动。那手势比较个人的，然后声音就是比较收集环境的声音。